欢迎各位来参观这场由大乌龟对神经演的龙争虎斗。今天晚上他们会打到有人躺下为止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们先穿裤子。没穿裤子？没有。如果有警察来呢，大家从后门走。好了。手边的就是七年前轻量级冠军有大乌龟之称的钱宝，在我右手边的就是外号神经眼的帝飞，听着啊，现在不是打泰拳，不可以用脚踢人，不可以用膝盖撞人，我叫分开就分开，祝你们好运，开始。继续，瞪着我，怕什么？你不会瞪他吗？休息休息，我出去一下，有事叫我啊。黑宝，打得好啊！我现在有钱还了，还不清了。有一个办法可以一次还，你跟大狗熊打一场，打泰拳，你赢了，所有债一笔勾销；输了，在台上被他打死算了。啊，跟他打，我打不过他。打泰拳是打命，不是打技术，你考虑一下吧。走。